在70年代初的台北胡宗南的妻子叶霞迪和他的四个孩子留下了一张罕见的合影。从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叶霞迪坐在最中间，他的四个孩子则站在他身后。除了叶霞迪，其他面孔大家或许比较陌生，那么就让我为大家一一介绍。从左至右依次是为真、为美、为名和为善。这一年叶霞迪已经年过花甲，但他穿着一件小西装，留着时髦的短发，依然显得气质优雅。